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疫情对美国零售市场的影响有多大？全球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eMarketer 的最新预测数据中，对2020年美国零售市场的预测数据做了修正，从二月时的温和增长 2.8%， 达到 5.62 一万亿美元，修正为总额将下降 10.5% 至 4.894 万亿美元。虽然整体市场有所萎缩，但是美国消费者将在电商平台上花更多的钱。 eMarketer 的报告中提到，2020年美国消费者共计将在电子商务平台花7097.8亿美元，增长 18%， 将达到零售总额的 14.5%， 创下历史新高，也是单年增长最快的一年。同时，这一花费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。 eMarketer 预计到2020年，消费者花费将达到 8592.8 亿美元，也就超6万亿人民币。2019年，浙江省 GDP 总量是62352亿元。三月针对美国在线零售市场 ，eMarketer 也做过分析，其中亚马逊 Amazon 仍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名，在美国在线零售市场中占比高达 38.7%， 第二名是沃尔玛 Walmart， 占比 5.3%， 而塔吉克 Target 最终跻身前十。对于中国跨境电商卖家而言，美国市场自然是永远不能错过的。三个多月之后，美国在线零售市场的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？除了一骑绝尘的亚马逊，谁是这个市场中的黑马？近期 Marketplace Pulse 报告提到，二月通常是美国在线零售流量最低的月份，也是今年欧美疫情爆发前的最后一个月。根据 SimilarWeb 的估计，五月亚马逊的访问量是25亿，而紧随其后的前十名在线零售公司共计29亿。不过增速方面，与二月相比，五月亚马逊的访问量增长了 24.6%， 而沃尔玛、家得宝、Home Depot、塔吉克、Target 和 Wayfair 等访问量增长了 50%-100%。 先看亚马逊，访问用户的平均停留时间超过7分17秒，平均浏览9个页面，跳出率在 35.78%。 需要指出的是，亚马逊的16个全球站点增长并不十分均衡，印度在三月底关闭，规模有所缩小，五月开始恢复，荷兰站增长最快，英国、加拿大、巴西、墨西哥、澳大利亚、土耳其、新加坡和荷兰的增速都超过了亚马逊的主站点。eBay 预计第二季度的商品总销量 GMV 将增长 23%-26%， 而 eBay 过去13个季度只有平均 2% 的增长，与2019年第二季度相比竟增加了50亿美元。而五月 eBay 的访问量也十分喜人，来到 9.14 亿，用户平均访问时长略低于亚马逊，为7月12秒，平均访问 7.76 个页面，跳出率为 35.56%。 再看黑马沃尔玛，相比四月，五月沃尔玛的访问量有所下降，但仍然超过了 4.3 亿，用户的平均访问时长在5分20秒，访问 5.22 个页面，跳出率为 48.87%。 自然搜索和付费搜索的 TOP 5关键词如下，其中最让人意外的应该是 Nintendo Switch， 不过近期估计因为物流问题，搜索占比也有所下降。在疫情出现前，食品和饮料、健康、个人护理和美容都是增长最快的类目。而 eMarketer 的最新报告中，把食品和饮料的销售预期从 23.4% 提高到 58.5%， 将健康、个人护理和美容产品的销售预期从 16.6% 提高到 32.4%。 预计美国在线零售 TOP 前十的网站及平台的市场份额将从 58.2% 升至 60.1%， 而亚马逊将继续保持第一名的位置，保持 38% 以上的市场份额。各位卖家想好去哪里流量了吗？